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网络，由物流中心货机货车、无人机和人力等多个要素组成，旨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配送。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系统从全球各地的物流中心开始，这些物流中心可以是亚马逊自己拥有的，也可以是第三方供应商的。亚马逊会把商品存放在这些物流中心，然后透过不同的运输方式将商品运送到客户手中。亚马逊的物流系统还包括料货机和货车的运输服务。亚马逊自己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货机和货车队伍，能够将商品在全球各地快速运输。此外，亚马逊还在不断地研发新的物流技术，例如使用无人机进行快速配送。亚马逊的 Prime Air 计划就是一个使用无人机进行配送的项目，目前已经开始在美国和英国等地进行试点。根据亚马逊官方介绍， Prime Air 计划使用的无人机可以在30分钟内将小型商品，例如书籍、电子产品等送到客户手中。这种方式比传统的物流配送更快速、更便利，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问题。总之，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系统是一个庞大的、高效的技术驱动的网络，能够在全球各地实现快速便利的商品配送服务。阿布奇旅游生活频道。